记者林欣若台北报道，迎接夏日 ，Baby G 推出全新 Baby GBGA 250系列，设计概念来自对海洋的热爱，众多设计巧思皆启发自海洋，带有金属质感的整点时刻及表盘周围，犹如海面上的波光粼粼，这系列在各个细节处也能发现海洋风格的设计巧思。例如整点时刻的条状与圆点设计来自船舵的概念，而时针则以船锚的形状为灵感所设计。 BGA250 同时搭载霓虹照明功能，在表盘和指针上加上一层特殊的涂料，让照明后的灯光更加生动活泼。其他功能包含耐冲击构造、计时码表、倒数计时、闹铃等多项功能，兼具时尚外观及丰富机能。 BGA250 共提供五款配色选择，不同的配色同时象征海洋在不同的时刻所呈现的景象。 BGA250 致意 A 的设计灵感来自月光照射到海洋的情境，以湖水蓝为主调的 BGA250 致 2A 象征蔚蓝的大海，而淡粉红色的 BGA250 至 4A 犹如海滩上的美丽贝壳。 BGA250 至 7A 依水蓝色的表盘呈现出半透明且清澈的海水， BGA250 至 7A2 以渐变粉红色的表盘表现出日落照明的海洋。 BGA250 的设计完美打造出夏日海洋风格，适合喜爱海洋与海滩的每位女性。全新 Baby GBGA250 设计概念来自对海洋的热爱，众多设计巧思皆启发自海洋。 Baby G 提供 Baby GBGA250 至 4A 3500 元， Baby G 提供 Baby GBGA250 至 2A 3500 元， Baby G